感情的破碎，让他成为异乡之人。我是负责各位一周行程的导游，还有一位没有出来，好像入境的时候有问题。我是你的团员，下马路要出去时被抓了。这些是我要穿的，我会穿的。变态，在天使的脚下遇见永恒的爱情，看来这是你的命运。只要到那上面，就是天使脚下了。当命定的爱情降临，会擦出什么样的甜蜜火花？6月19号晚间8点，即将遇见爱。